这个毛病赶紧戴上来，馋死老夫了啊！快去呀！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快！哦，嗯，我说两位祖宗，你们俩一个是女帝，一个是老神仙。 那天上什么好吃的没有，非得来我这破小卖部吃啊？嗯，你懂什么？所谓天地万界皆有成长啊，不可专心。但是你这个小卖部，它却可以串通万界。再说了，仙桃仙果，老夫他早都吃你了，哪能有这口面见山呀？那可惜你父亲这么早就先吃了，所以以后啊。 只能由你小子来接着我们啊！怪不得父亲让我一直守着小卖部，原来等的客人是他呢。嗯。啊！寡人今天没有带银两，就用这个圣火教的令牌。 你知道吗？嗯。哎呦，妈呀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烫死我了！此物是大周圣教圣火教的圣子令牌。既然他已经认了你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圣火教的圣子了。只是不知你所处的时代是否还有圣火。 拿着。既然如此呢，那老夫呢，便以此物来立账。此物名叫通天幻日，只要眼睛能看得到的东西，用心一动，便可立刻出现在你的手上。但是此物只能使用一次。至于使用方法呢？ 你自己拿捏。真的假的？你该不会是骗我的？吃饱喝足了，老夫呢，也该回去了。啊！不管你心结缠身，日后行事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多加小心。哎，你寡人也要回去处理政务了，先走了。 骗子！情劫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有老婆的人。现在没有了。老婆，你回来了，我刚刚还在念叨你呢。走，滚蛋！ 签了。离婚。早晨有实权，陛下交代。这里有巴山的镇守，有汉。哎呀，老爹临死之前让我好好经营这间小卖部，可谁会来这种鬼地方？ 再这么想，老婆都得跟别人跑。嘿，干什么去了？欢迎光临。关什么门？没见过女帝啊？ cosplay 啊！叶平安呢？那是我父亲，他已经去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你替朕摆平朕的口舌之欲。辣条，我把你店里辣条全都给朕拿。辣条？对啊，去拿。快点！
妈妈，我看见龙了。离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还有两问为什么？我现在可是身价过亿，楚家更是在我的带领下成为了海城的中等家族，而你呢？因为你爸的一句遗言，一天到晚守着这个破小卖部，三年来浑浑噩噩，一无是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多看你一眼。 我觉得恶心，老婆，我爸让我守着这个小卖部是有原因的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会像你这样子对他的。松手，给我拿开！要不是你爸运气好救了我爷爷，我也不会在我爷爷的逼迫下嫁给你这种废物。这三年来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，包括同情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，我不想再说第三遍。 小子，让你签你就签，哪他妈来这么多废话呢？你试试，把你脏手拿开！给我来！给我放尊重！得罪了郑少，你连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。你就是因为他跟我离婚。人家郑少可是海城的第一家族。 更是在他的帮助下，让楚家成为了海城的中等世家。而你这种废物，这三年来除了送我一些廉价的礼物讨好外，你还给过我什么？看到这条项链了吗？这是郑少亲自为我挑选的海蓝之心，全球限量款，价值800多万。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，那是一辈子都买不起。小子，这段时间你老婆把我伺候的很辛苦啊！哈哈哈。 这张卡里的有200万，就当是借你老婆玩的费用。哎，错，孟莹，你老婆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。嗯，楚梦莹，你背叛我！我给你戴绿帽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我没让你养郑少的孩子，不错了。你还怀了他的孩子啊？ 你居然还不知道啊！哈哈哈哈，老婆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，而且就在前段时间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老婆还在温泉里面跟我大干了一场呢。哈哈哈哈哈！那种感觉，你应该这辈子都没有体验过吧？郑少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这种废物没有任何关系。 郑少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你这个废物，竟然敢打郑少，快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否则叫你好看！想让我签离婚协议书？做梦！小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啊！既然呢，你不愿意签，那本少今天帮你签。我们要干嘛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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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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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。 叶晨啊，叶晨，你说你要是一开始就乖乖签字，何必受这么多皮肉之苦？你这种猪脑子呀，就是不懂得变通。不过没关系，从今往后咱们就不是一路人啦。我们人他妈砸了，是。
你们确定圣子就在这儿？绝对不会错，圣火印的异象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。圣子命脉也有动静，圣子大人肯定就在里面。奈奈这次不会出错，教主病危。 我们不能再等了，疼死我了！天王完蛋，下手了！就是他，他就是圣子。他是圣子，堂堂圣子怎么会如此冷？不管了，是不是圣子，我自有办法定夺。 美女。 有事儿？这个要用多少年的命？撤不了。你谁呀、啊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不嫌害臊啊？圣子大人，我们结婚吧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刚上来就强吻我，那就算了。你现在要跟我结婚？圣子大人。 凝血没病的，凝血刚做完体检，医生说凝血很健康。生，八个还都不成问题。我靠，仙人跳，又搞我是吧？哎，圣子，吼什么呀？愣着干嘛？追呀！ 这些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这都够埋我小面的了。在我男人面前，把你的嘴放干净。干净，绝对干净！圣旨大人，我们跟丢了，不过我已经派人调查了。 圣子本名叫叶晨，他就住在我们发现了一间小卖部里，你们可以派人在小卖部守着。不必，要是再让圣子跑了，可就不好找了。这样，您安排人向小卖部采购一批物资，让圣子亲自送到王朝酒店。我要和圣子结婚？结婚？不错，圣火教教规，圣子出事后，圣女要为其献身，结为夫妻，帮助其打理圣火教。如今教主病危，我必须要尽快迎回圣子，以稳住圣火教大局。 你安排人立刻去布置王朝酒店，我要为圣子举办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。是是。哎呦我去，终于选到他们了。哎，操蛋！哪位？ 请问是叶晨叶先生吗？是我。叶先生您好，我们这边是王朝酒店采购部，我们打算在您的小卖铺采购一些婚宴用的酒水，费用预计在20万左右。20万？我去你的吧！今年可连电信诈骗都中了同样套路，那海城最高档的酒店怎么可能找我小卖部订？开什么锅炉？银行卡到账10万元。我操！竟然是真的！ 嘿嘿嘿，叶先生，10万定金已经给您转过去了。您明天把货物送到王朝酒店宴会厅以后，我会当面向您结清尾款。哎哎，好好好好！哎呀，没想到呀，竟然是真的！这么多年了，我家祖坟终于冒青烟了。哎、哦，走了。
来，大哥，送贺丹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新秘书长，升级上钩，重奉，升级上钩。很好，经理了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等我过来。收到。这海城的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。哎，真奢华。 我要是这家酒店的老板，老何估计也不会怎么说。哎，那个人不是让我来这儿结算尾款，人呢？叶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们？你还真是一坨甩不掉的臭狗屎，居然钻到这儿！我可告诉你，我现在呢还正事儿，你要是再这么纠缠，可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。缠着你。 楚梦莹，你不要再自作多情，你现在在我眼里和那些不守妇道的贱人，你说什么？又让你再说一次！我说你是不守妇道的贱人，你是婊子，你是娼妇。三，这三年我为你付出的所有，你在外面找小男人就算了，你还差点火。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你这种心情。梦莹，小子。 今天呢是圣火教圣女和圣子婚礼，我不想在婚礼上冒失，但如果你敢搅和我，千刀万剐都是铁的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在这儿给我滚出去，怎么？这酒店是你家开的，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？啊？不过是受我的教教训，否则圣火教是整个大夏数一数二的势力，随便做一座桥。 整个海城的贵族都得恭敬不到，连圣府教都被听过，就更何况我看你还真是连死人都不如。混蛋！谁说我是混蛋？我是正大光明走进来的。邀请函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来没有邀请函就敢擅闯婚宴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 来人！把这个不知道尊卑贵贱的废物丢出去！叶晨，我知道你费尽心机的来到这儿，是为了挽回我。我也知道你说那些恶心的话，故意激怒我是为了博取同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废物就是废物，像你这种垃圾，一味的死缠烂打，只会让我更加的恶心。对了，不知道你老爸是怎么死的？ 农药中毒，把你那死鬼老爹和散你给你。圣火女子，你贱人，我杀了你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圣上，他竟然敢打我！从小到大，我妈都不舍得打我，他竟然打我！放开！王八蛋，我打死你！有点什么事？ 住手！这正好，这个废物冒进大闹圣女大人的婚宴，还敢当众打我的女人？你赶紧派人抓起来，打断他的腿，然后丢出去。把他给我打死，扔在袋子里，像喂鱼。敢在我圣火教的地盘捣乱，小子，完了！ 三年，整整三年。 楚梦莹，我对你百依百顺，我把家里的一切都给了你，没想到换来今天这样的结果。你也知道是三年，那你知道三年的青春，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就要用你这趟见面买葬我死去三年的青春，都给我动手！启禀，海城郑家的郑健和盛大人起了争执，有人说要把盛大人弄死。 江未鱼，剁白凝雪的男人，找死！通知下去，圣火教海城所有教众全部集结，三分钟内未到者，死！胡说什么呢？给我打死他！哎哎哎，哥哥，我不
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来送货的。王朝酒店向我订了一批货，你们要是敢对我动手的话，这批货你送货？王朝酒店一直有雇佣兵，怎么会像一个开小卖部的？别跟他废话，赶紧弄死他，不然耽误了圣母大人的婚礼。咱们谁都得联系。没听到郑少的话吗？住手！ 放开我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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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圣子，<笑>你说什么？你是圣子？你要是圣子呀，我们郑少就圣火教教。梦阳，你是他的前妻，你来告诉大家，他到底是什么？他呀，不过是一个一穷二白，靠着开小卖部过日子。 死了都没人埋的杂种，一个开小卖部的还敢冒充圣子，哎呀，真把自个儿当人物了。可是这个圣火令怎么回事？李主管可是圣火教的人，看样子他对这个令牌很在意啊。这两块令牌发错的光泽明显，依我看，这个令定是他为了混进婚礼现场伪造。什么伪造的？ 这小子真的是找死！不仅得罪了郑少，还敢伪造圣火教的圣子令牌，我要是他呀，早就自裁谢罪了。真的，令牌是真的，圣火教圣令任君的圣子出世，我们的令牌才会有感应啊！真的是圣子！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哎，去！你！ 别被他给骗了呀！你是白色，你还没想明白吗？今天是圣火教圣女和圣子的婚礼，那他们二人肯定是同时出现的呀。再说了，圣火教圣子定是一个武功高强、惊天伟地之辈，而他呢，连一个小小的保镖都比不过的孬种，怎么可能是圣子？是啊，圣火教最弱的教徒。 都是赫赫有名的武师，圣子怎么是一个连保镖都打不过的废物？诸位，哎，我查到了啊，这小子在海城郊外开了一小卖部，祖孙三代都是贫农，跟圣火教呀压根就没有关系啊。所以，这块圣火令一定是他偷来的，肯定是他偷的。我在家族的胁迫下，被迫和他结婚三年。 他什么底细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他如果真的是圣子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原来如此，好，小子，你不但窃取我们圣火教至高无上的圣火，你还冒充圣子？没有，按照教规，他们圣千刀万剐之刑，来人，行凶，算我一个。 启禀圣女，海城三千众教已全部到达，请圣女吩咐。启禀圣女，圣火教高层也已在赶来的路上。很好，所有教众跟我一起，恭迎圣子回归。算我一个。主公，你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那你。 你滚吧！怎么回事？连脖子吗？赶紧动手，免得待会儿玷污了圣女大人的眼睛。你不信了？圣女大人到。
圣女大人，在下海城郑家郑进，我发现有贼人盗取圣火令，贼人已经被我和李从火联手制服，而圣火令也开不了。圣女大人，还请您出手，向子子定罪。你说是他盗取我是口交圣火令，真是没有，还敢狡辩！圣女大人。 此人冥顽不灵，在您的婚礼上大闹一顿罢了。现在还敢当着所有人的面盗取圣火令，玷污圣火教威严，还请圣女出手诛杀此子，以正圣火教威名。请圣女大人诛杀此子，以正圣火教威名。请圣女大人诛杀此子，以正圣火教威名。 叶尘啊，叶尘，你千万不该乱掰，不该得罪圣火教，立刻自毁现罪。说不定圣女大人大发慈悲，还能独立全尸，确实是死罪。不过今日本圣女和圣子大婚，不宜见血，此事就暂时搁置吧。现在还是请圣子上台，和我继续举行仪式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好像听见龙的声音。圣子。 圣子在哪儿呢？大人不就在你面前吗？看来圣子有点害羞呀，还是由我亲自去请。你又要干嘛？叶辰，我看不得圣大人的怒，我想活了你。真是，滚开！是，请吧。我的圣子。什么？我是圣子？ 我真是圣子，难道你弟说的都是真的？这就是从大周城中下来的圣女教？圣大人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圣子。若是敢在海城城郊开小卖部的废物，不会是一个差点被打死的舔狗。我和他结婚三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他绝对不可能是圣子。还请圣女大人明察，请圣女大人明察，请圣女大人明察。 怎么，本圣女的决定，是你们敢质疑的？不敢，我们只是万一呢？万一，圣火教历代圣子圣女体液相融之时，都会产生一种热浪灼身之感，而它是圣火令任定，也是本圣女亲自鉴定过。这么说，圣女大人已经和这小子不。 完成那事儿了，老公。啊，我们继续吧。参见圣子大人，圣火昭昭，圣光耀耀，满我弟子同心同德，圣教之主，恩泽万物，文成武德，千秋万载。 参见圣子圣女大人，圣教之主，恩泽万物，文成武德，千秋万载。圣剑，见到圣子背叛，难道是要与我圣火教为敌吗？这个废物，我最了解，他就像一个绿毛龟一样被我虐了三年多。他，这可能是什么？你教我做事。 叶辰之前是和身份，他现在是我的老爹，是圣火教至高无上的圣子，若有不从者，杀无赦。圣子大人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圣子大人，你去找我吧。这一切都是这个贱人，他勾引我，让我来逼迫我，逼迫我殴打您，这些事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他指使我做的。圣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是你说，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 还想害我害的不够吗？赶紧给圣子大人道歉！跟畜生道歉！不要！我叫你道歉！圣子大人，我不接受。你这样人如何发落？还请圣子大人吃。哎呀，这种事情你看着办就行啊！请圣子发落。 如果知道我花人怎么死，荣耀中毒。
而你的死鬼老爹何小明委屈你为人，师父你怎么？那就把他们都杀了。圣女大人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我一见血。 是圣女大人，三喜的日子，见血不吉利的。圣女大人，郑少死前确实不知圣子大人身，况且他是海城第一世家的独苗，若要是您杀了他，那么海城必将混乱呀！以小人之见，犯了惩罚方式。说的是呀，郑家可是我们海城经济的半边天呀，更何况郑少是现在郑家实际的掌权人，杀不得呀！圣女大人。 郑少可是跟我们圣火教海城分部有深度合作，您看能不能？我老郭的话就是命令。叶晨，圣子大人，郑少可是郑家唯一的独苗啊！只要您能给他留一条活路，把那10万块钱尾款给你，再加1000万作为谢礼，怎么样？ 10亿，我靠，这么多！10亿不能再多了。我的老祖宗啊，10个亿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保证，只要你能留他性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打款。赵九连的实力，你可知道？更何况还有郑家，区区10亿，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。我靠！ 好强大的血脉压制！那个我想了一下，大喜的日子见血确实不太合适。为了我们婚礼的顺利举行，我决定，就不审了。这天灵异日，真龙之魂才能压制住圣火教圣女一脉的火凤之血。难道说她是真龙和火凤生下的孩子，一定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？感谢教主，感谢我十八代祖宗，能让我捡到这么样的神仙老母。圣女，圣女。圣子，有何吩咐？您是都听您的。那就罚他们每天扫这个酒店所有厕所，记住是每天所有厕所。来人，活下去！男的扫女厕所，女扫男厕所。但凡有一间厕所打扫不干净，破除一间手指。孙女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孙女大人，还是换个地方说吧。说。 教主突然病故，大着老爷稳固大局的名义回收了圣火教所有教头的权力，连您的权力也被回收了。不是吧？我刚当上圣子，圣火教就出事了，他干脆答应我们是义父吧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钱要了。赶紧，叶晨，看来你不光是个富人，还是个丧星啊！刚刚当上圣子，就把教主磕死了。<笑>叶晨，叶晨。 你还想当圣女的小白脸？现在圣女的权力被收回，我看你还怎么成？你们俩呀，就一起，算了，圣女想让你死，你说之即可。圣火教都没了，你这个屁的圣女，啊，哈哈哈哈，还想弄死我？做梦吧！<笑>这教主一死，这圣女。 在圣火教中的唯一靠山，可没有了。咱们是时候该想想，如何取悦这济公子大长老了。没错，你主管说的对。大长老从来圣火教大权一久啊，圣女脉以前呢是靠着教主的支持才勉强与大长老抗衡。如今教主一死，大长老一统圣火教大权的日子快了。 你主管可是济公子身边的红人呀，我们与其去好好的高不可攀的大长老，倒不如先交好济公子身边这位红人。哎，光头，我已经放过他们了，钱呢？钱？<笑>就算没有那10个亿，那10万块钱总该给我吧？为了你们这笔订单，我已经倾家荡产了。 长这么大，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人呢。<笑>你说是吧，舅舅？
你们，叶晨，这么，我们刚才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无论你是不是真圣子，待会儿季公子一到，季公子的婚礼变成你们的葬礼。圣火降大弟子，金元龙呢？季公子来了，肯定又是个什么牛逼无风的蛋。 我得赶紧。那个，先别管他们，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你赶紧先把那10万块钱尾款给我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。小东，我觉得你后半句说的非常有道理啊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全部交给他。是啊，少女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 姬人龙，你来干什么？教主已死，按照教规，应当收回你圣女的权利。我来这儿，当然收回你圣女的权利啊。各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圣火教大长老之子姬人龙，也是这圣火教的大弟子。如今教主已死，这圣女的权利也被收回。这圣火教内。 唯我父亲大长老，也只有我父亲有资格继承教主之位，也只有他一人。原来他就是大长老的儿子，这下，哼，圣火教快要灭了，天啊！按照教规，圣子是教主之位的第一继承人，如今圣子就在这里，你竟敢说大长老有资格继承教主之位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圣子。 就他，那个，虽然我也不是很想承认，但我好像真是圣子。原来是个废物啊，白灵雪，你从哪找了个这么废物来冒充圣子？你以为这样做就能逃得过我父亲对你的制裁吗？不过看在祖满一场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现在乖乖的自己把衣服脱了。 然后给我伺候舒服了，我没准还能让你当我的玩物啊！啊，死畜！小贱人，你他妈给我装什么怂？我他妈对你是给你脸，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少女了，再不老实，随时都会杀了你。我操！要是这女人死了，我的10万块可怎么办？你怎么能打女人呢？更何况这么漂亮。白丽雪，你从哪找了个这么玩意儿？还冒充圣子？谁说我是冒充的？我是货真价实的。不过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当这个圣子。不如你把那10万块钱尾款给我结了，这个圣子我让你来当。杀了你，这圣子教。 同样都是我的，对圣子都……别！还有谁？哎！ 叶晨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！<笑>废物就是废物，靠女人也没用，没有了生活教这张虎皮，你连狗都不是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<笑>哎呀，大哥，我真没有要参与进来的意思啊！你不如这样，你把那10万块钱给我，不给我钱，比杀了我还难受呀！钱，死了自然少。 我就是要个尾款，没必要过来这里麻烦。女帝大人，老神仙，你们快出来帮帮我呀，不然你们就再也吃不到老夫子泡面了。叶晨，你别过来！老神仙，救命啊！阿浅，谁呀？一天到晚宫廷给不了几个，就知道折让老夫清闲。
这公子，这。 什么情况？这公子，你还好吧？别别别别打！别打了！来，叫人！叫人！呀！大长老！ 新的圣子已经出现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新圣子，那只不过是白凝雪找来顶替的一坨狗屎吧？教主意思，理应由我这个大长老来掌管教内大小事务。全城集合！你屡次三番阻拦于我，难道是要谋反吗？要造反的人是你！ 众弟子听令，二长老齐浩聚众谋逆，趁教主死亡之际，妄图谋杀大长老，谋权篡位。即刻起，所有人斩杀齐浩者，得二长老之位。杀！什么？何方妖孽，敢伤我儿？我灭了你全家！所有人，跟我来！ 那是圣女所在之位。这公子是怎么了？怎么把自己打伤了？刚才那个信使，没错，绝对没错。他身具龙魂，是背着十方天地眷顾的人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都没动手。等一下，难道我？ 你们让我而哭，不听话了，一晨，这一次你死定了！我靠！你们所有人，你都死定了！我让你们知道，我李本公子，钱没了还能再赚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这种大场面，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承受。还是趁早溜吧。 别让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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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让
啊，你这花，狮子都没说不做，那十二块钱我也不要。你放我，我去！你还敢？娘的男人你也敢动？给我死！我早就说过，就算没有圣火教支持，杀你，你是需要动动手指而已。 行，哥几个，我告诉你，我爹刚把孩儿救来了，你不能杀我，你不能！
臭名昭著的狗东西，老娘早就想废了你！儿子，你怎么了？老二，快醒醒！爸来帮你了啊！林允许，你杀了我儿子，教规第一条。 亵渎圣子和教规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怎么，大长老是对教规有意见吗？有你死！圣女，你说纪真龙冒犯了圣子，难道说圣子大人真的找到了？他人在哪儿？就是他。 这个人看上去没有半点修为，他怎么可能是圣子大人？齐长老，我已经验过身了，确实是圣子，千真万确。快把摄火令套住！圣火教二长老，旗号拜见圣子。 拜见圣子！遗失多年的圣火令，居然真的出现了！什么？他居然真的是圣子？走，咱们走不了了。来，都起来吧，都起来！你这么贵，我担待不起。谨遵圣子号令，大长老。 圣子如今已经找到，教主之位理应由圣子继承。何呢？此子虽是圣子，却无半点修为，以杀子之仇强行拿下圣武教大权，势必难以服众。但要是能让这对狗男女自己露出马脚，那就不一样。慢着，即便他是圣子，也得按规矩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 按照教规，历任圣子想要继承圣火教教主之位，都必须要拔出象征着圣火教权威的光明权杖。大长老，圣火令已经在线，圣子身份毋庸置疑，这权杖不用再拔了吧？光明权杖早就出了问题，根本就没有人拔得出。大长老是要刻意为难圣子吗？我可没有为难任何人，今天。 他要能够拔出光明权杖，那老夫不计前嫌，尊他为教主。但他要是拔不出来，那就是你们冒充圣火令，故意找人伪装圣子，就是故意谋杀我儿子，就是在亵渎圣火教上千年的教规，是在叛教，是在故意谋杀，是死罪。 呀，心虚了吧？他果然是你们找来冒充圣子的。来人，给我把这箱叛教之徒统统拿下！等等，不就是个破拐棍吗？你叫什么呢？大理石。是。 等一下，一会儿千万不要逞能。光明权杖已经在王宗旁边封印了几百年，除了创始教宗大周女帝外，根本就没有人拔出来过。这是圣火教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。大长老如此刁难，你一定图谋不轨。你先拖住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不就是插在石头缝里破拐棍？大不了。 一会儿多用点力就是了。圣大人，他能行？我的男人，不可以不行。但愿圣皇上的选择不错。叶晨，我和整个圣火教的未来就托付给你了。
这玩意儿是汉子上面了吧？这不是瞎胡闹吗？是你石化告诉我，这个生子是不是你找人假扮的？我看他毫无修为，做起事来又不是那么靠谱，这样的凡夫俗子如何堪当煞人？白凝雪，废人冒充圣人，枉我全，你意欲何为？你放肆！ 白凝雪找人冒充圣子，伪造圣火令，阴谋叛教，欺罪当诛。怎么，姬长老，两位叛徒辩护不成？如果只是拔出来的话，那老神仙给我的那个宝贝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小子，冒充圣子，擅自触摸光明权杖，玷污我圣火教，按照教规。 过去双手，小为人质，游街示众。敢！我有教众，听我号令。从二长老旗号，用圣女白凝雪冒充圣子，助谋乱，一起将此二人以及这假圣子诛杀。还有，把他们围起来。 白凝雪，还我二命来！是不是只要我把他拔出来，就能当教主？那当然，凡是拔出光明权杖者，即为我圣教教主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实力。成败在此一举，老神仙，你可一定要帮我呀！ 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果然可以的，必须得让他拔出权杖！呀！呀！我不信！嘿嘿。 干嘛？你正经点，这么多人呢。再说，还是个圣火教圣女。圣杖，臣封了数千年的圣杖，终于出世了。圣火教弟子旗号叩见新教主，圣火昭昭，圣光亮亮，圣教之主，安藏万物。 文成武德，千秋安宅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他只不过是你们捡回来的一个垃圾，怎么可能是教主？姬无敌，你见到教主为何不跪？姬无敌，你见到教主为何不跪？姬无敌，圣杖出世，十杖者即为教主。 如今圣子大人已经拔出光明神杖，你为何还不拥护教主？难道是想叛教吗？一神仙之境只有一步之遥，刚才那一击绝对不是普通陆地神仙可以做到的。大事已成，不可贸然行事。教主，圣火教大长老姬无敌及其子姬人龙预谋趁乱颠覆圣火教。 其心可诛，本圣女认为姬无敌幕后一定还有同谋，立刻大举，严加审候。是。白凝雪，记住，老夫记下了。参见教主。
其实呀，刚才情况紧急，我是变了个戏法才把这个权杖弄出来的。这个还给你。至于教主的事情啊，你还是另找其他人吧。另外，我承认你很漂亮，但是啊，我实在不适合打打杀杀的场面。我求你了，你还是把那10万块钱给我，让我回去安安心心开小卖部吧。不行，我娘找了20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你这样牛逼哄哄的老公，想跑？做梦！圣火教教主是凌驾于人间一切势力之上的存在，而你是唯一有资格继承教主之位的人。如果拒绝教主之位的消息传出去，那必定会引发各方势力的争夺，到时候世界可就乱套了。恳请圣子大人为天下苍生继任教主之位。请圣子大人为天下苍生继任教主之位。请圣子大人继任教主之位。我靠，这么严重吗？那我试试。圣火昭昭，圣光耀耀。圣女大人，大长老他逃走了。什么？大长老打伤了我们，然后逃走了。哎，医生，救医生呀！你没看见他都晕倒了吗？来人，带下去。金无极距离陆地神仙之境只有一步之遥，就算是受了重伤，也不是常人所能对抗的。是我爹病早。秦长老，立刻派人去追回金无极。教主病重，但绝不至于立即暴毙。此事一定与金无极有关。派人检查一下尸体。上届教主暴毙后，尸体也被人毁灭了。销毁？总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、啊。不对呀、啊，我他妈是去酒店送货的，怎么稀里糊涂就当了教主了、啊？这些人个个都是玩命，我一个开小卖部的，掺和这些事情干嘛呀？啊，对了，还有送货的尾款。金的，这么粗一根，足够抵偿我那些剩下的10万块钱了吧？别咬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小卖部的门没关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喂，老公！教主，愣着干嘛？追呀、啊！大人，任务失败了。怎么回事？突然闯进那个叫叶晨的人，拔出了光明权杖，我无法阻止啊！就连我唯一的儿子也被白凝雪给杀了。大人，替我儿报仇呀、啊！这瓶千虫万毒散能毒死你上任教主，一年的任务一直会去念你，这次要是再失败，我操，我什么时候忘关门了？叶晨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女帝大人，老神仙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在仙界听到你叫我们，就赶紧过来了。你竟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半天！听见了，就都是骗你！你说什么？你小家伙，你知不知道朝中有多少正事等着朕去处理？竟然敢让朕在这儿干等着！女帝大人，您别生气嘛。要不要尝尝我新进的南国巧克力呀、啊？这蓝不拉几的，能好吃？哎，比男人还有味儿，那比女人还丝滑。要不要试试？还行吧，就那样，马马虎虎。那个叶晨，这个巧克力还有多少？给朕都抱起来。哎呀，都送你了。那叶晨，你套上老夫请问的事，该不会忘了吧？还有老夫送你的东西，你感觉如何嘛？哎呀，我的老 baby，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要不要尝尝我新进口麻辣粉薯片？
打吧，老夫要带回仙剑，没问题。这个赏你了。这是什么？此丹名为天元辟毒丹，服用过后可以百毒不侵。前段日子来，你父亲说儿媳妇不孝顺，朕本身打算送给他，让他以防万一的。谁知道他去世了，你就当继承遗产了吧。出意啊！给我等着，等我弄清楚身上的秘密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你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什么，想起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啊？如果真的百毒不侵，应该能卖不少钱吧？就这个味道，真恶心！钱，朕的宝物岂是凡间的破纸能比的？让你吃你就吃了吧。神仙有神仙的规矩，既然已经脱凡离俗了，免钱也有能吃它的资格，别人可没这个福气。这黑不溜秋的怎么吃啊？自己看着办，朕要回去处理大周的朝务。让我吃了这个丹药，还不如让我吃屎。水。骚东西，要害死我呀！哎，老夫这是在帮你呢。好了，别吵了，老夫也有宝贝送给你。老夫也有宝贝送给你。啊，这是老夫亲手画制的九天神雷符。不就是张鬼画符吗？我也可以。放心，老夫亲手绘制的符咒岂是阴间的绝玩意能比的？你只需要拿着符咒大喊口诀雷公助我，便可召唤雷法轰杀仙境以下任何存在。我去，这么厉害。老板，这到底值多少钱？十万！那赶紧给我结账吧，我好给小卖部进货去。哎，十块！这破铜烂铁的，与神竞价了啊！哎，二十！我给你二十。哎，五十！我们再多了啊！再多一分钱，队长也不尊重。哎，小子别走啊，再商量。哎，我那十万块钱尾款。老公，你上火箭要庙主祭奠仪式会在今晚举行，一定要记得来哦。这女人在这搞什么妖风骚？我这里今天晚上要接待好几位重要的客人。我就不过去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哎，对，我那十万块钱，你要是不过来，那我可就去找你了。哎，别呀，那个。既然你有事要忙，那老夫就先走了。小子，千万记住，你大节将至，务必小心行事。大限将至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算了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。为了我的十万块钱，我还是得去。大不了当上教主以后，那所有的事情让他管。唉，又来了，噩梦开始的地方。哎呦喂，还是这么不长眼睛。哎呦喂。撞了这么远，我怎么还好好的？看来我的和别人的不一样。哪来的瘪三？碰瓷碰到老子头上了。碰瓷？是你开车撞的我，好吧？老子撞你全家！别误了主人的正事。行，
碰瓷儿什么？老子今天心情赏你们，跪下来点吧。谁要你道歉？嘿，第三。哎，我说你这人什么态度？有没有素质啊你？你说主人今天说的事情能成吗？主人做事从来没有失手过，今天过后，我们将是全世界最顶级的两大权贵。那不是你顶梁大家主、胡家主和黄府家主，他们两个怎么来的？圣母教毕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势力，新教主继位仪式，两大家族代表地精权贵前来也属正常。不一定，他们可是杀人不见血的主。谁知道呢？咱们这种小人物还是躲着点吧。你们两个站！小瘪三怎么又是你？没完了是吧？道歉。小瘪三，像你这种底层的社会垃圾，我跟你说话就看不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滚！怎么，我们这种底层人士就不配拥有尊严啊？哼，滚！来人，把他的尊严给我按到地上践踏干净，把他的手脚筋先挑断了，再拿钢筋把他的膝盖钉在地上，让他跪个七天七夜，不然的话，那些小瘪三还以为我们地精两大家族是吃干饭。跪下！王父兄，我说了，不要给主人添麻烦。拖出去，来了。哎呦，我说你们来真的，我就是让你们道个歉的，至于吗？主要神师说我大限将至，果然说没错，还好我师傅在，不然今天真的死来了吗？不说你们两个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当众开枪，还有王法，还有法律吗？王法在大夏，老子就是王法。快看，那是圣火令，怪在你父亲大人。什么？他是圣子？你就是圣火教的圣子，即将继承圣火教教主的叶辰？没错。快起来吧，把他杀了，主人今天的事儿就算成了。上次大人，相见就是缘分，不如和我们一起喝一杯茶吧。喝茶？跟你们两个这种人，送命茶。是谁？这是我圣火教教主，圣火教的少宰魏青。据说看来圣火教的弟兵几次与祭器殿会招惹之下，这些年一直在闭关，说是为了冲击玉帝神仙自在前线，他都来了。魏青拜见教主。快起来，当这么多人面跪下，多伤自尊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是。得罪了教主，还想跑？没那么容易。活得快，只需要三秒。我可是帝京的胡家家主，可背后是上官家。要是敢动我，上官家饶不了你。他得罪教主，逃了他家祖坟，剑下留人。
三长老，今天是圣子大人的教主继任仪式，我已大开杀戒。姬无敌，你怎么还敢来？你不是已经叛教了吗？教老，有失误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专程向教主解释。哎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圣子大人呢、啊。我们刚才在楼下撞到了圣子大人，不小心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毛病，事发偶然，还请逍遥散人明察，我们现在就给圣子大人道歉。圣子大人，刚才多有冒犯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还请您原谅啊！哎，请您原谅。圣子大人，上次是我冲撞您了，我儿子的死因啊，我已经调查清楚，是他冒犯您跟庶女在先，死有余辜。哎呀，是因为爱子心切，一时糊涂冲撞了您，还请您原谅。哎，吴老弟，我刚去武库重新铸造兵器，碰见齐浩长老在那骂娘。哎，这武库不是由你在管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这老家伙肯定是想和我抢前任教主留下的那把天外云体剑。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。教主，属下有要事，我去。你是否就来？哎，你别走呀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这卫青也太不靠谱了。圣子大人，继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哎，离我远点！老公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！哎呀，我爱死你了！恩人啊，我明年这样，我把那个拐棍还给你，你把那10万块钱尾款给我结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还没有结婚，我不想死呀。老公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就是你老公了，只要你不再乱跑，今天晚上就回去当小人。你才说胡话呢！姬无敌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在下帝京黄虎龙斗，这位是帝京胡家家主胡欢，特来恭祝圣子大人继任教主之位。你投靠了帝京两大家族。圣女啊，之前都是我刚才啊已经向圣子大人解释过了，还望圣女以今日的继任仪式为准，不要让天下人觉得我圣母教内部失和呀。那请吧。姬无敌，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恭喜教主啊！有您这样的青年才俊统领我们圣火教，相信我们本教一定能够团结一致，造福苍生啊！你保证，只要这个圣火教的继任仪式结束以后，你赶紧把我那10万块钱尾款给我付了，还有，答应我做王朝酒店的供应商。我是你老婆，你觉得我会骗你吗？教主大人，圣女，小人代表帝京权贵敬二位一杯，聊表心意。能二位家主，我们也敬敬其他的宾客吧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不安好心，姬无敌野心勃勃，这二人都一直跟他狼狈为奸，你小心一点。估计他们三个根本就不是来给你庆祝，而是来谋杀你。嗯，走。总之，你离姬无敌远一点。我怀疑，之前上一任教主的死就是跟他有关。下毒就下毒，反正我走到了这一步。你什么时候练摆毒性了？这女人挺好，
长得也确实漂亮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我当老婆，不然娶回家和我一起守着小卖部，日子也不是不能过。家伙真蠢，亲眼看见他已经喝下去了，不出三分钟了，肯定七窍流血，暴毙而亡。恭喜！吉时已到，教主继任仪式正式开始，有请教主大人入座。跟我一起走，上去之后坐到王座上。拜见教主！拜见教主！圣火昭昭，圣光耀耀，凡我弟子同心同德，圣教之主恩泽万物，文成武德，千秋万载。从今天开始，叶晨就是圣火教第十八代教主，执掌圣火教。从今天起，我将履行圣火教教主，保佑天下苍生，庇佑江山社稷。恭喜教主执掌圣火教！恭喜教主！千毒万虫散，怎么还不生效？这都过去十分钟了，是你下药失败了，还是主人的药失灵了？可恶，竟敢给他喝下去！不管了，我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立刻行动。大长老，你要做什么？所有人围起！杀叶晨！就你，狼子野心的东西！接下来该轮到你们这对狗男女了。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叶晨！杀我的男人，先问过我手中的剑。那很遗憾，我会把船扔给他的。走死吧，动作小心。堂堂圣火教教主，就这点实力，给我挠痒痒呢。不对呀，那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怎么没有了？哎呀，早知道就先跑了，这下死定了。受死吧！是吧，姬无敌，你找死！竟然敢联合紫金两大家族叛变，早知今日，我就应该一剑杀了你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圣女。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乖乖交出叶晨，并且自废修为。我还可以向人求情，饶你一命。噩梦！只要动我的男人，他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叶晨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什么样我不清楚吗？你根本就没有修为，前几次能勉强闯过去，那都是靠着你身体里那一缕龙魔附着。今天这场合，你就别捣乱了。以后我不知道，你赶紧杀！叶晨，叶晨，陆小鱼，不愧，叶晨。不愧是圣火教的圣女啊，不光武功好，长得还这么漂亮。我一定要跟主人说，把你赏赐给我，不然的话，这么漂亮的美人，无数也给几千遍都浪费了。拿开你的巧手！臭婊子，还敢顶嘴！老婆，嗯，快走吧。他。怕是已经吓得腿软了吧？要怪就怪你是个倒霉蛋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坐上了教主，去死吧！
谁砍断了我的手？是我，天底下最快的男人。逍遥散人，你终于来了！季无敌，你叛教四主，该有何罪？云清，不要以为你剑术比我强。我操！我告诉你，我已在主人的帮助下目的神仙之境，况且还有这么多人，拿什么跟我斗？看在与我共事多年的份上，你亲手杀了这对狗男女，会向主人举荐，给你一个释放人的机会。叶晨，你快走，我走电话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真有办法。爹，你给我死！哎呀，这，哎。逍遥散人，你要是想救这个废物，就给我住手！住手！啊，小美人，终究还是落在我手里，血肉双方。你放开他！吴家主，赶紧动手杀了他们，以免节外生枝。可惜了，小美人。走死吧！去死吧！呀！你快走！无缘无故，快走啊！就是快走，就是快走！走吧！受死吧！那就。你们要抓的人是谁？任由我处置。走，快走！圣皇教唯一的传承，是唯一的希望，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必须活。你不要犯傻，你快走！老婆，难道你忘了？我刚刚说过，我要保护天下苍生，必有江山社稷。叶晨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但是我倒要看看，魏青，临死之前，我想知道到底是谁。那就让你死个明白，我们的主人就是家主。你们还不配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谁。诸位，今天帮助我护杀孙子，帮助我主人荣登大宝，一定保你们荣华富贵。好，既然你不肯输，那么这场闹剧也该结束。雷空，助我！雷空，助我！主力还没补好，不能停吧？全断了，这都是你做到的。当然，怎么样，老公厉害吧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啊，还好九天神雷符生效了，只是死掉的这些人，哎呀，算了，只要能护住这个女人，就算坐牢我也认了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了吧？龙，他是真龙，苍龙。龙，我是龙。教主，我永远不是真龙，得罪了你，还请您原谅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再考虑要不要饶你。小心！圣女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圣女，老婆。老公，答应你，你会好好保护你。我做到了，任
我的身体是跨过去。落魄，落魄点，你先别说话，我得去医院。有的，我伤得太重，根本就活不了。你好好指正圣火教，被那些刺去的人。老婆，老婆。 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可不可以让我醒醒？开始想念。说，我会说，到底是谁？我说，我们的主人刚死。该死！你有什么东西，只会妨碍主人的大计。所以，你们今天赢了。 就可以责备我的主人了。你要一天，我的主人就整个天下。教主，现在怎么办？去医院。啊。 多谢圣魔少爷，明天开始您就可以执掌圣火教了。我想要的可不是一个圣火教。那您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想要的位列仙丹。位列仙丹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带过来。圣魔教圣女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 怎么会这样？怎么，少爷，那女的呢？就是叶晨。混蛋，三个妃！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该问的别问。哎，既然放了你。 我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你啊？将相声威仅次于……怎么还不出来？医生，他们怎么样了？魏先生只是失血过多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 至于他的女孩，他的武当六腑都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损伤，恐怕是……她是我老婆，她是圣火教的圣女。如果你有什么办法，帮我把她治好。如果她出意外，你饶不了你。圣火教，教主，大夫，你别害怕，有劳你帮我们稳住圣女大人的伤势，我们会想办法。试试下。 他已经是这里最好的大夫了。如果没有神仙手段，圣女大人恐怕……神仙，我还有其他的办法。你就在这里啊，我去一趟小卖部。哎，站住！这……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人怎么笑得那么阴险？女帝大人，老神仙，你们快出来啊！ 坏了，每次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，我联系不上他们呀。每次找我的时候都那么不见外，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了，你们倒是出来呀，出来！你在抱怨什么？女帝大人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刚刚在背后说朕坏话，恨遭大周女帝震掉拔了你的舌头。看在你们家一直侍奉的份上，朕就原谅你这次。 说吧，需要朕帮你什么？圣火教的圣女为了救我生父重伤，求求你帮我救救她吧。圣火教的圣女，一个凡人而已，她的命是天注定的，没有人可以避开。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气若惊魂，反作牛肉，龙魂已醒，此子成仙的机缘到了，救她也不是不可以。
除非你跟他有特殊的关系，朕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一些仙药，否则免谈。哎，有关系有关系，他是我老婆，求求你了，女帝大人，求求你大发慈悲救救他吧。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趁人之危纳我为妃吧？你个臭小子，朕比你大几千岁，才看不上你这细皮嫩肉小奶狗。这个是回生流素丸，凡人吃的可以起死回生，拿去救你心上人吧。也谢谢你弟大人。等等啊，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拿，就当是我对你的谢礼了。或许是命中注定吧，你的命格已经发生变化了，这段时间恐怕要渡劫飞升。渡劫？婉儿，你陪着叶晨。是。哎哎，不，不用美女陪着我，我老婆会吃醋的。你个臭小子，你想屁吃啊？婉儿是我的贴身侍女，怕距离飞升只有一步之遥，可以承受这天地之间的法则约束。我让她助你一臂之力，免得你在渡劫的时候。啊！我会死得很惨，你别吓唬我呀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叶晨，未来的日子你要自己努力。没有关系，在医院。我疼了。啊，李神仙，走。气到了，气到了，醒醒快醒醒呀！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？别苦丧了，他没事，就是过度激战耗尽了气力。大先生，刚刚那群人是谁啊？他们一来就想对圣女动手，我属下发现男的想再晚来一步，圣女就危险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人怎么笑得那么阴险？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圣女的伤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我老婆不会有事。走。老公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，放心，我以后会照顾你。婉儿，这枚丹药我用一粒就够了，剩下的你还给女帝大人。这回生流苏丸可有起死回生之效，世间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你当真要还给女帝？想必这些丹药十分珍贵，我猜女帝身边应该也不多，我总不能只为自己考虑。公子心静，婉儿佩服。公子，你的心上人好像吃醋了。吃醋？榆木脑袋，赶紧安慰安慰啊！啊！圣子大人，圣女和圣子大人结婚，繁衍后代，延续血脉。可如果圣子大人不喜欢圣女，大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，不必强求。这，你误会了，我。圣子大人，还是叫我圣子。哎，女人心，海底针呐！这个气，连个废物都搞不定，还为了个少管家养了他几十年了。这原本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臭流子，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变成了圣火教的教徒。少爷，依我看，他的背后一定有神秘势力在扶持他。这个世上除了真正的神仙，还有谁能打得过我上官家？我这个极无敌能以死谢罪，也算是我上官家的一条忠犬。少爷，那帝京的两大家族？哼，什么两大家族？这世上有几大家族，还不是我上官家说了算啊？对，只要你能乖乖听我，
以后你们郑家就是这些赐予我们上官家的存在。是，多谢上官少爷栽培。我把你叫的人叫了啊，早就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让他进来。少爷，少爷，奴婢等你好久了。让你穿的这么骚的，少爷，您放心，无论您怎么对我女朋友都可以，我二人一定会全心全意的服侍您。你俩脑子里面装的是屎吗？我叫你们来是帮我的，不是让你们。好，只要你俩能乖乖听我的话，保证你们以后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因为你将是这个世界上我。幕后黑手的事儿调查怎么样？能不能确定是上官？还在追查，已经按照教主的意思，把上官家的资产、用途和商业信息全部都查了，目前没发现任何异常。老狐狸做事不会这么轻易，毕竟连姬无敌这种都心甘情愿为他。教主，这就是上官家的掌权人，上官姬。是他，小主，你认识他？我昨天在医院看见他了。上官家人向来前期修炼，几乎不问是谁。更不要说离开帝京了。他如果昨天真的出现在医院，那幕后黑手很有可能就是他。这就奇怪了。根据我线人的情报，郑健已经变卖了他全部的家产，并且昨天他也在医院。鱼炒鱼，虾炒虾，乌龟专炒大鹏。这我见上官青云，你俩还真是臭小子。教主，上官青云诡计多端，这里边说不定藏着什么秘密。不好，教主，我们来了教主要见你。他来干嘛？估计是上官青云。教主，你还是不要见，免得节外生枝。见，为什么不见？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让他进来。明日行事。成哥，郑家那个没良心的不要我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有多好。成哥，我错了，不能和好吧？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。这，之前没见过。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爱的一直不灵。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成哥。我好，告诉你，除非你现在。只有死，才能做一个票。是的，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。既然如此，杀了我，我也知道你爱过我。可是我下辈子我爱过虚荣，我没有在乎我一个感受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做一个女人。哥，对不起。你还是去找你的郑家，我还有其他事情。郑健和上官青云已经联手了。你说什么？上官少爷的计谋果然厉害。我劝郑健不要和这种满腹心机的人联合起来对付你，可是他不但没有听我的，他还打了我。陈哥，我是真心对你好。虽然我看上你圣火教教主的地位，可是三年来咱们心爱的点点滴滴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哭了半天，连一滴眼泪都没掉。你到底是装给谁看？陈哥，你不要相信这个妖女的胡言乱语，她就是惦记你圣火教教主的地位。你该听到我说，咱们相爱了三年，所以她嫉妒我。行了，不要再胡讲。你想卖的情报给我，谋取我好的，可惜啊，郑健和上官青云勾结的事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上官青云究竟让你来找我老公做什么？我劝你最好说清楚，否则此下的你，陈哥，我为了你背叛了郑健。我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，陈哥。这是上官少爷给我的智囊伞，只要沾上一点就会立刻毁了你的眼睛。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，叶晨。
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，我从未见识过上流社会，还要当圣火教教主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还有你，说什么要戳瞎我说，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，我初心说你是自我也成了君子吧。这胡话！你们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？你出去地狱就是为了杀我。老爷敢刺杀苍龙，可笑可悲啊！绝对不可能！除梦影，我承认我对你下了绝手，但是这么多年你做过的那些事儿，足够你死千次万次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送我去严加询问。陈哥，陈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真心对你的，陈哥。带走。开始，我真的知错了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老婆。婉儿，想想办法。好了，老婆，你现在试试。我的眼睛刚才明明……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呀，我是叶先生的保镖，是我家主人派我来保护叶先生。白小姐，请放心，他太慢了，不是我在。叶晨，婉儿，速回小卖铺。不。什么声音？什么什么声音？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啊！是女帝大人的千里传音，我们快回去。那个老婆，小妹不领受，那我有去了。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了。好。女帝大人，老神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家伙，你快看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还真是万年都难得一见的苍龙命格呀。北斗地星之响。啊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苍龙出院，腾地九天。叶晨，你的命格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距离渡劫飞升不远了。渡劫飞升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就是一个开小卖部的穷屌丝，要不是你们两个，我早就死翘翘了。还渡劫成仙？别闹。不过。不过我觉得吧，我最近的身体确实发生了变化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强得可怕。当我想用手的时候，我又用不出来。我媳妇儿说呀，我身体里面有龙魂，这正是龙魂附体的表现。不错，这正是苍龙魂觉醒之象。你呀，快要回城了。哎呀，老神仙，你想吃什么？你尽管吩咐，别拿我开涮了，行吗？哎，你还知道二人为何能越过这天地屏障来到你这小卖部啊？因为此地是九州龙脉的聚集之地，积攒万载灵气，我们也是凭借着灵气外溢的气息才能找到这里。24年前，九州龙脉上孕育出了一道，我俩一直在寻找着，可近几日才发现，这龙魂它早就和你合为一体了。换而言之，你就是九州龙脉孕育的真龙，真龙不能留在凡界，所以你突破枷锁，渡劫升仙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。那我能当神仙，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好事吗？你们两个表情干嘛这么严肃啊？要是放到平时，只要你渡劫成功，我二人挥挥手，便肯带你到天庭报道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天庭正在遭受麒麟劫难，我们自身难保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是神仙，怎么会有劫难呢？是魔界。魔界？魔界和神界存在一条通道，叫神魔之井。神魔之井每过千年就要打开一次，那距离下次打开至少还有几百年。也不知道为何，最近这几日神魔之境频繁地出现异动，我们怀疑魔尊又突破了。现在整个仙界都在为如何应对魔界入侵而想办法，我们保不住你，所以想来给你先送些东西，至少让你在龙魂觉醒之前又有自保的能力。哎呀，没事，给婉儿带的嘛。就是婉儿我得带走，强行为他渡劫升仙。哎呀，算了，时间紧迫，不跟你说这些了，我先买东西给你。这是风火轮，好，五灵珠，定风丹，日光宝盒，拿好。老夫这儿也有东西送给你，炼石成金佛，金镶石成佛，大力金刚佛，金佛佛，这些东西都是老夫花费了半身心血研制，对付魔界的神魔，作用不大，都送给你玩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可算是大方一回啊，还不是怕你死了？渡劫没那么容易的，九天龙脉，大地之子，
几万年都不可能出现一个。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跟先进那些人，神魔两界还没开的，我俩就得先被自己人揍一顿。哎呀，不过你们给我这么多好东西，我也给你们整一个好东西。嗯，哎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以后就是好哥们儿了。虽然这酒比不上仙酿的味道，但是你这个朋友老夫人要定。记住，以后你要是到了仙界，可不要忘了老夫这个朋友啊。对了，仙界能查究到龙魂觉醒的消息，魔界意识，神魔之井的裂缝足以让魔尊降临人间，他也许会顺着你身上龙魂的气息找到你。如果你在人间能听到魔尊的消息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，我们赶过来帮你。你们都给了我那么多宝贝了，一个小小的魔尊我还对付不了？不要命了你！魔尊一点点异常，我们整个仙界都得联合起来。你一个区区小子能同情？难不成你还能灭了他？一旦有魔尊的消息，立刻通知我。哎，慢走啊！欢迎仙客来。恭迎魔尊大人降临人界。对，好，恭迎魔尊大人，飞行兵大道在城西，已经在拍卖，下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，一定能拿到那块土地。是吧？老公，这么着急，什么事儿？老公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郑健变卖了所有家产，准备在拍卖会上拍下海城那块荒地。荒地，肯定是上官家的通知时，是不定又要干什么坏事。圣火教现在的流动资金还多少？之前为了安抚教徒和评判用了不少，现在账面上还能流动的资金大概有35000亿左右。带上钱，去拍卖会。哎呀，这当了圣火教教主就是不一样，出门都有豪车解锁。这下你该不会像当初一样再派人追我了？进来，走吧。好车的师傅，就该找人弄死你。这么和我们教主说话，你是在找死吗？干嘛呀？你们圣火教不想找失去人啊？啊！来，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。叶晨，管好你的口，今天是老子的好日子，没空跟你想吧。不就是拍卖西郊的一块地皮吗？我圣火教也来凑凑数。老公，我觉得这里没有诈。放心吧，我最近拿到了不少宝贝，不怕。走吧。走吧。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圣火教的人吗？欺负我欺着我，是我们白年的血。这个年轻人是谁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他是上官的教头。这么年轻，你像咱们大叔，你这不错。什么狗屁圣火教，咱迟早弄死。这不是海城郑家的郑少吗？竟然公开挑衅圣火教。以郑家的地位，还远不止影圣火教更好啊！哼，以前我郑家的确不如圣火教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只要我能拿下这块地，郑剑就会一飞冲天，达到你们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会成为你们永远仰望的存在。当初投靠上官青云的那些，最后都没一个落得好下场。你确定要步入他们的后尘？少拿那些废物跟我比，
变卖了全部身家，才凑了1000多个亿，你也不比那些废物强。1000多亿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为了这次拍卖会，我准备了5万亿呀、啊！什么？5万亿？郑家哪还弄来钱？当然是上官青云给的呗。上官青云？莫非是帝王上官家？真没想到，郑家和上官家这么大势头，想要这么一下，看来这块地非郑少莫属了。叶辰，以你们圣火教的实力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等我拿下了这块地，我要把你们一个个全都弄死。上官家的流动资金总共不会超过5万，而且从来不会在原钱下落。为了个地皮，就让全部身家，这根本就不是上官家的作风。那就说明啊，这块肯定不为人知。诸位，百城新交界区域是我们海城未来的重点发展区域，想必这块地的价值大家都清楚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拍卖。有意者请下。1万亿，以上有1万亿，让他们为什么进账？可惜了，我还本来打算拿下这块地做房地产项目。我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搞房地产？意思。在承德人里面，有只有圣火教有资格叫价的。那可不一定。圣火教大夏几百年的霸主，但是还能比紫禁牛洞方便？圣火教是上官家，什么狗屁圣火教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称霸只有上官少爷。郑少，圣火教可是咱们大夏的第一势力。你怎么能这么轻视圣火教啊？轻视？等我拿到了这块地，圣火教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。消失？我轻视的是他们的荣耀。难不成咱们大夏要变天了？看齐长老和圣女的表情，估计是要变天了。郑剑，你是铁了心的要投靠上官家？少他妈废话！叶辰，有钱出钱，没钱赶紧滚蛋，老子没工夫跟你玩。主持人搞快点，海城郑家1万亿1次，1万亿2次，1万亿2次，2万亿，3万亿，5万亿，什么？老公，我们可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对，人家捣什么乱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拍卖会难道不是自由出价吗？少在这装腔作势了，你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吗？我堂堂圣火教，别说5万亿，就是10万亿、100万亿、1000万亿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们相信我。你给我等着。少爷啊，是这样的。对对对，我明白了。够东西看看我自己。我出价10万。10万亿。我的老天爷，10万亿解决大夏国一年的丰收了。来啊，先出。你要是不出，为啥弄死？如你所愿。好，如你所愿。教主，这玩笑太大了，20万亿已经接近我们圣火教所有资产的总和了。这块土地就算开发起来，百年的所有利润加起来也不会超过6万个亿。3万亿就是拍卖会的最高值了。这圣火教的新教主不会是傻子吧？20万，相当于大夏国一年的总产值啊！就是呀，遇到这种人做教主，圣火教一定会走向灭亡了。可恶的东西，
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我是认真的。主持人，继续竞价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怎么，拍卖会价高者，你要是不服，就继续竞价。行，但你要是拿不出来，一刀宰了你！你敢？这是拍卖会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少拿你们圣火教那套仗势欺人的法子来压我！我倒要看看，说到什么时候？主持人，继续。海城西郊的这块土地，圣火教教主叶晨出价20万亿，20万亿一次，20万亿两次，20万亿三次，成交。行啊，叶晨，交钱去吧，我倒要看看。你怎么拿出这20万亿？现在是晚了，来人，把那个苹果摔下来。你觉得这里能放得下人？那我教主，您的钱在哪儿？哪儿有什么钱？依我看，就是想办法逃走。谁说我没有？我现在就打破他的意思，把我准备的东西送给他。教主，这分明就是一堆破石头啊！叶晨啊，叶，看来明年的金真是细致。来人！老婆，我不像你们这样有什么修为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突破自己的困难，好好的活好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别说这些肉麻的话。放心，就他们这些没有修为的普通人，你老婆我一只手都能点燃。哎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，放心。今天。我就让你们好好的开开眼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的开开眼。万物随心，饮食成心，变。金子，这真是金子，教主，咱们发财了。黄金。真的是黄金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点石成金啊，神仙手段。石头变成了黄金，有这种能力，20亿算什么？钱算什么？只要土地可以买卖，圣火教可以随时买下整个世界。我还以为圣火教不行了，没想到这是重新崛起。从今以后，整个世界恐怕都要重新洗牌了。这不可能！按照市场上的价，现在黄金每克6。这一只价值100亿，另外我还在圣火教的后面垫了10座大山，只要能够签订土地转让协议，便可以立刻开始交易。所以你觉得这20万亿掏不掏得掏？诸位宾客，刚刚接到电话，消息属实，官方在圣火教所属区域发现了10座金山，价值不低于100万亿，完全有支付这一次土地交易的能力。我们也愿意和圣火教提前签订土地转让协议。全他妈完了！郑少，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嘛，不就是没买到地吗？钱还在你手里，只要你把钱给上官少，以后在海城你不还是郑家大少吗？大少的事他现在此时难保。杀了你！你真的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叶晨，我要杀了你！死定！我全家都死定了！老公，他是怎么了？没完成上官青云交给他的任务，死之交。叶晨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！
我不该跟你作对，我不该跟你强取人叶真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救你了，求你了，叶真，我求你了，我把我所有财产都给你，只要你肯救我一马，就一次，我求求你一次救我叶真，我求你了。偷鸡倒把的奸诈小人，你欺负我老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下跪求饶呀？自作孽，畜生！魔戒，魔戒，你说什么？ 上官青云会见了一个神秘人，那个人告诉他说，只要拿下这块地皮，圣火教弹指间就会灰飞烟灭，而且还会帮助上官青云渡劫成仙，把他带回去。是，走。 魔子大人，将自己为圣火教的强盗挖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，我不要！魔子大人，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若不听，为什么是帮不了你？再有意外。 灭你整个上官家！圣上官，这上官青龙怎么和魔教的人混一起？我听说魔族人和仙人组织成这些凡人。老公，你看那个权杖看半天了，你看什么呢？这东西是真。 都说它是圣火教的光明权杖，我看它就是一个破铁棒，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哎，我说你等。那教主，这光明权杖远比你想象的更要紧啊！是吗？这传闻，光明权杖是天界圣器，当世界被阴暗笼罩。 天道安排的救世主就会出现，救世主会激发权杖的所有力量，驱散黑暗。啊，那我怎么没听过？这个传说从初代圣火教教主留下，传承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，也没人知道是真是假。初代圣火教教主，那不就是你弟吗？哎，齐长老，你说。 我老公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什么救世主？有可能是吧。太好了，我老婆是救世主，那我可就是救世主夫人。没事儿，你俩别闹了。那赶紧看看魔尊为什么要让上官青云去拍西郊那块地，正件絮絮叨叨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我怀疑啊，这件事儿跟魔尊有关系。哎呀，教徒都已经派出去打听了，据说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。 那就亲自去看看。走。我靠！不花20万亿买的地方，怎么全是草啊？啊，那也是草，那也是草，这还是草，就算能不吃回鸟来，我也能高兴高兴啊！这都走了2个多小时了，我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，这地方绝对有古怪。这地方有问题，教主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小心个屁呀、啊！那有古怪才好呢，不然不花20万亿白花。 有云，别在这惊天下丧生。谁？谁在说话？现在，大嘴废物！ 少爷，凤凰仙女，怎么可能？应该由我，我的哥哥去，找死！齐长老，老婆。
凡间的普通难题，你让我一根汗毛都上不到，去死吧！齐长老，这东西不像是人类，我的杀手，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，教主你快走！我的鸟吗？你，齐长老，我告诉你们，齐魔剑。 你还挺聪明，居然能猜到我们那来历，挺多。中军难逃一死，魔尊和你的什么关系？你死了就知道了，去死吧！什么？你把人卷在这是魔族？这东西似乎是光明频道，这是被天道选中的人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老婆，没事吧？ 还真是强大，目的神仙，只有一步之遥，全连他们一招都扛不住。您刚才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刚刚突然就晕倒了，实在是记不清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光明权杖动了一下，难道是光明权杖觉醒了？圣火教流传的传说是真的？老公，难道你真的是被天道选中的救世主？ 凡人小子打死了咱一个兄弟，区区一个凡人，居然能屠一个，来到人家了。叶晨，我说，他就是叶晨，他从我们的拍卖会上抢走了圣衣。光明权杖，您说什么？那家伙的手上。 光明权杖，仙界流传下来的圣器，是他们自己要的。你把它拿回来，成仙或者成仙，那就当场取。此物唤毁天灭地，是本尊亲自令制的，激发时间规则，毁灭。 方圆百丈之内，所有的。别再让我尊师忘我。放心吧，魔尊大人，这次应该是我圣魔阵最强的三位高手，一定会全力帮您带回来的。<笑>魔界的人已经出现在人间，我该怎么联系你大人和老神仙？ 光明权杖的反应越来越频繁了，光明权杖就快彻底觉醒了。你上官千里，叶晨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，不可置信，这将会是最后一次，因为今天必须。 这功夫难道就是传说中这个公孙龙鹤？不愧是逍遥死人，连我上官家三大弟子都认识。不过，你没有资格跟我传承，天道玄宗，苍龙护体。 也不过如此嘛！是魔尊派你来，你都知道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反正你们今天都得死。只要我拿到了光明权杖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利用圣火教大长老的事，可曾行？魔尊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利用你。利用怎么了？我的梦里已经超越凡人，追求我自己的长生之道，而你。 就是魔尊只是三年大概是魔之境，等他计划成功，你根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，先管好你自己。杀他的女人是？来，撤！什么？向我听你。
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想我能死？啊！你是冲着光明权杖来的？ 最高的天才，又能找到的修炼资源供我修炼，我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，哇，也太霸道了！神仙的极境就差一步，就一步，我就能渡劫成仙了，我才是真正的那个天之骄子，我才是，凭什么？ 一个什么烂布的废物可以得到仙道的眷顾？凭什么？你可以有他们的护体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邪不压正，上官姐，面前修行，只要你诚心，我可以放你出去。叶辰，不是你逼我的，都去死吧！上官姐。 老公，你在哪儿？黑暗在吞噬我的生命，教主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们！都给我去死吧！ 还有钱，你为什么没杀？我是武林之下最强的陆地神仙，连我都扛不住。是光法则的亲生，你为什么没杀？杀人犯是在为道，你激怒我了。 光明权杖，本尊终于拿到手了，把光明权杖还给我！大力金刚，破！你怎么会有仙剑？这是和天元品毒丹的气息，跟那挖老仙打斗陆地是什么关系？你死，我告诉你！ 区区蝼蚁，你敢皓月正会？你愿都别说了！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？你能来，我们就能来。不可能！自传区大帝绝地通天以来，仙界。 那是孤陋寡闻。李大人，老神仙，您能不能先救救老夫和二位丈人？哎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说，什么猫腻的异动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自己去查呀，没时间陪你。走，走，没那么容易。 老神仙，你怎么把那种魔法给弄走了？他身上穿那件披风叫魔法披风，是魔界流传下来的圣物，能瞬息万里。他想逃，谁能拦？老公，这两位是什么人？这位是大周女帝，哎，这位是南华老仙，他们都是天上的神仙。神仙。 哎，不过话说，你们不是只能在小卖部的范围吗？怎么突然就跑到这里来了？神魔之境，平凡一多。这时，仙凡界的结界出现了时空扭曲，人间界的空间法则也已经彻底懂了。我们本来要去小卖部找你，恰好算到你有危难，这才立即赶了过来。时空扭曲，往西30里。
出现了一条连接神魔之境和仙界的时空裂缝，时空裂缝蕴含的时间和空间之力正在打破三界的秩序。西郊，怎么？你不知道具体的位置？快带我们过去，立刻将隧道封印。你不怕两界不深渊，神魔之境。魔尊大人，这是？这就是神魔之境，连接仙魔两界的通道。站上去，你就能被传送到仙界了。大人，这本尊要想杀你，何须如此大肆？这可是你最后场戏，你自己选择。不要进去！这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孙活子，你被魔尊给利用了呀！钱都要用活人献祭，你就是那个祭品呐！魔尊大人，我那么信任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你能为本尊死，这是你的荣幸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死！那你们就一起去死！老婆，怎么样？发生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之前能够打败上官青云，那是因为老神仙给我的那张符箓。你不知道这光明权杖烧烧才有用呀！雨姬大人，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打不过他了？不是的，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，敢在本尊亲自设置的诛仙大阵跟本尊斗，痴人说梦！诛仙大阵，莫非是老家还算计了？诛仙大阵，这是那个黑骑士的法阵啊！如果是我听的是真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诛仙阵给输？不管了，先试一试再说。哎，混账东西，敢坏了我的好事！老公，这样，既然你毁了我的祭品，那就由你来当我的祭品吧。最好祈祷我不会发现我身上的功夫，否则你魔族，等你活下去再说吧。走。你俩老不死啊，之前就是你们将本尊打成重伤，害了本尊在魔界修养这么多，这次本尊就拿你们两个祭旗，神魔之境大开，甩魔界大权，先统一人间，再平天界，一统三界。你就是叶晨的心上人。放了我老公，我任由你处置。你敢动我老婆，必杀你！这就是凡人的情情爱爱吗？真可悲啊！女人，你是本尊的凡间亲手杀的第一个凡人，不应该感到荣幸啊！朕，替我放开他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同时破坏了神魔之境，诛仙法阵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准确的说，我不是人，他不仅彻底融合了藏污秽物，还吸收了光明权杖的全部力量。新大帝，这要诞生了！大帝。我妈妈说，我老公要变神仙了。那你以为那是你二哥吗？玄奘，玄奘去哪儿了？你想要，送给你。男人，你居然能伤到我！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。魔尊，我说，你最好祈祷我在死之前不会知道自己身上的秘密，否则。我把你魔界的人赶尽杀绝。那我倒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！这
不可能！我是魔族啊！我距离灵境只有一步之遥，你只是个区区刚摸到仙境的蝼蚁，你怎么能接下我全力攻击？我无敌！魔族，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你配合我废掉这口神魔之戟，并且自废修为，我可以放你条生路；第二。 亲手杀了你前往魔界，面目无踪。小子，现在就让你知道，在本尊面前猖狂的代价。大，我拦住他。叶晨，今日之仇，本尊记下。待本尊融合神魂之日，就是一次黄泉之时。哎，我去！ 没想到堂堂魔主，竟然是个怂货呀！没事吧？怎么样，老夫跟人睡？睡，这就是魔尊的可怕之处。还有魔界圣物魔法披风相助，可以做到无形无相、瞬息万里。就连仙帝强者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错呀，凡界的药物无法抑制我二人的伤势。老夫和女帝，你们先回趟仙界。你暂且留到凡界，一旦有魔尊的消息。 立刻通知我们！来，你身具龙魂，又融合了光明权杖，神魂早已成就仙气，一定要记住，在凡间慎用自己的力量，小心提前飞升。别来！若不是本尊为了破开这个神魔之境，只是本尊的神魂受到了重创。 也想少了本尊，这一个凡人也想少了本尊了。待本尊跟这魔界圣气彻底融合在一起，就是人间的末日。叶姐，给本尊当真吗？<笑> 都是这个苏青兰跟这个老东西，没了神魔之境，他们是怎么来到人间？难道本尊又忽略了什么？本尊为什么又要说又呢？ 小朋友，聊什么呀？ 老板，收钱！妈妈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！哎，小崽子，还没给钱呢！你就是白泥雪和叶晨的女人？你是？小兔崽子，跑得还挺快！下次让我见到你，给你屁股打烂！ 老婆，老婆，玉帝大人，老神仙，我老婆被魔尊抓走了。玉帝大人，老神仙，老夫就知道魔尊没有你仙境东西，一定是把目标放在人家。之前我们算到你情劫缠身。 刚才王南花老仙又给你算了一卦，悟出意外，白凝雪就是情劫所在，这是你飞升成仙之前最后一劫。什么神仙都无所谓，我就只想救我老婆。好，这一次老夫带上所有看家的，趁着魔尊死不杀，也让他。这可以变成神兽，叶辰，唐骇的本尊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 都是他害的！如果不是你让叶辰拔出了光明权杖，如果不是你破坏了本尊有机无底拿下圣火的教的结果，早已三界共主。那是你害的！你别过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杀了你！
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老公，这个土东西他是要弄死我！别害怕，我把他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。<笑>不可能啊！我刚才打的那拳动用了浓魂和光明权杖，就算是一个生人的红尘渣渣，他怎么会没事呢？如此恐怖的气息！ 他已经跟魔法联盟完全融合，还如魔力之境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他联合整个仙界都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我管他什么魔体，只要敢动魔力，我定让他付出代价。叶小，不要乱来！他已经完全跟魔法联盟融合，无形无相，不死不灭，我没有办法应对。那又如何？他只不过是融合了魔体。 而我不光融合了仙界的圣器光明权杖，还拥有着九州龙脉隐藏魔环。我感觉我现在强大可怕了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有没有被一条龙？是是，真差劲！为什么？ 我还以为你想到如此不堪一击啊！本尊果然猜的没错，先杀了这两个老东西和你，先屠人间，再屠天。开枪！ 你敢找本尊的脸？打的就是你！丑不拉几的东西！你要试试？长得这么看着我嫌弃，找死！老公，你人！我去！ 杀了你的女人，再把你做成什么乱臭，让你承受日夜前的万剐之痛！不管你人，呀！不对，本尊的神魔之力怎么就在消失？做了什么？ 魔尊的修为怎么突然降到魔君初期，还在慢慢减弱？都跟你说了，这是一条龙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看到我女人，山不死你！本尊说了要把你做成人质，慢慢整。既然你想整死。 成全你，本尊抽了你的龙魂，把你炸成人渣，现在本尊先杀了你的女人，一起去死吧！你在做什么？光明权杖，光明之力正在侵蚀本尊的神魔之力，灵魂灭，神魂不息。你什么时候融合的光明之力？还需要融合吗？ 走开吧，尊！神符，让一让。不对，尊的魔法披风怎么没有用啊？这怎么办呀？我跟你说了，一条龙符还没完，我让你好好感受感受。不要！老公。 老公，依然烧进血的液，另外一个经脉测断，气血亏空，恐怕会点发力了。这九转黄昏丹是朕手里最好的丹药了，要是它都没有用，朕也没有玩过。老公。
保护我的。你起来啊！你起来啊！没有你，让我怎么活？朕会查清楚叶晨的转世投胎，如果你愿意，来世你们还能做夫妻。公公，夫妻呀！公，你醒了。人生说他不死不灭，生还是说大宽小旭。我谁要说了？他是和他女婿同生合死，不是个真话。人家老婆说让生十个，不，他要生一个足球队。真是，不害臊。滚！